我諗今集最大的賣點就是在於比起以往兩集去得更加盡，即係直情成個人係豁出去咁咯。因為始終之前譬如創作呢個鳳仙同埋譯德嘅時候咧，咁佢喺呢一個劇情上始終有少少掣肘，對佢哋係真實嘅歷史人物。咁但係譬如殘兵今次佢係一個完全係陳凱自創嘅一個組織同埋角色，咁所以我即係比之前就去得更加盡，就完全冇理到一啲對陳凱可能有嘅影響啊。咁喺劇情上去得更加瘋狂，咁譬如話。是以呢個許定呢個角度去講許家同埋司馬家嘅個恩怨啦，甚至係透露咗好多正傳，即係話陳某先生唔知要幾多年大壽先至會寫到嘅未來幾十年後嘅劇情。咁我諗呢部分都係睇到好多人都會好喜歡，包括我自己，甚至好多人嘅鼓勵，咁俾到好大嘅信心。咁所以我諗嚟緊應該會越去越盡，陳某你小心啲啊，真係。講到突破，其實今集都有突破。譬如上集鳳仙寫到80000多字啦，咁今集就去到成100000字鬆啲。我最記得嘅就係因為字數嘅限制咧，其實通常啲小説家就一定係叫佢寫多啲，咁佢哋就出版社永遠叫我寫少啲，因為我書已經寫得太多字太厚，咁所以減字數令我覺得非常之痛苦嘅經歷啦。咁除此之外，就劇情上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幾突破，譬如話關於陳兵佢咁多代首領嘅秘密啊。甚至是有一個角色是陳某入面冇寫到，我是將他製造了出來，兼且他跟入面很多角色主要角色都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咁最興奮嘅就係其實喺幾十年後，即係譬如大結局，大家成日談論嘅啦，火鳳咁，大家有啲人就話結局嘅開始已經出現咗啦。咁我最過癮嘅地方就係我會寫咗結局之前嗰一點，就係究竟佢兩個點樣去走到去最尾，就是、大家互相殘殺嗰一步。咁喺今集都有少少嘅一個暗示同埋透露，咁所以呢一點其實係幾過癮。我相信大家都睇得好開心。咁如果你係火鳳嘅死忠 fans， 你更加會有興趣知道就係今集殘兵佢會透露咗龐統嘅下場，是怎樣的呢？大家看一看就會知道了。臨近新年有什麼好做？當然是看一些好看的小說啦。那你除了可以看殘兵之外，還可以一次過買了幾本，因為今次我們的殘兵呢是有普通版啦，也有特別版，特別版有一個很漂亮的書套啦。如果一次過買了三本的話，更加有一個好像名酒 labeling 一樣的漂亮書夾，一次過套裝送禮自用，新年都非常之適宜。咁所以趁呢個時候同大家拜個早年啦，咁我今次就祝大家殘上加殘，喜上加喜，恭喜恭喜，新年快樂啊！